好，大家晚上好。诶，大家现在是晚上9点的时间，也就是我们这期的我们宠粉群的第三天。那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主要分享什么？主要分享一些见证。其实这些见证不单是发生在我身上，还有就是我的一个团队。其实我今天主要分享的都是我的主要的一个我团队伙伴的，就是还有或者他是他们的客户的。一些就非常非常棒的见证，也为大家做为这四个套装，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就是因为事业启动套装嘛，我觉得可以为他就这四个套装可以做一个很好很好这个一个推销一个促进促销的一个作用，好不好？那我今天首先要分享的是什么？分享的是一个，先用说我们的这最好的也已经是。我也用了6年多的一个 Lumi Spa，我记得是2017年10月份，我在年会上拿到的 Lumi Spa 的第一款，就是当时是首推，那个是 pre，就也是那个，当时也是在年会上才有的啊，那个 Lumi Spa，那是我是第一款的，第一代 Lumi Spa 开始使用的。那这个 Lumi Spa 因为不断的，也大姐也看到很多很多的见证。那今天呢，我就来分享几个新伙伴哈，大家没有看到的那个面孔的见证。那首先呢，还是先推一个，当然，首先还是要先推一个我们熟悉的一个伙伴。好，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孔就知道他是谁了。那今天他也在线上。好，我先发一下我的那个，来，我先over 好。第一个是，不好意思，等我一下下。大家应该都没看过他的这张照片嘛，对吧？她其实也是我们的经营者，大家都知道，非常熟悉的我们的 IT 女秀兰，是吧？这是她，虽然她已经在用产品用了几年了，用几年了，几乎应该是3年的时间了。但是这次她是跟着我们的，这一次就是 Lumi Spa 这个打卡比赛，那跟着每一天打卡。你看，就算她是用了几年的，但是。Lumi Spa 这一个每一天的十元一样，在他脸上发生了很大的一个作用，一个变化，是不是？他的在3月31号，他是开始第一次打卡，到4月30号，一个月的时间，你看他左边到右边的变化，他的脸是不是变得更加通透？其实大家要是见到他本人的话，应该这效果比这个更好，因为前一个星期我们在一起吃饭，然后我们都觉得他皮肤真的是亮通透了很多很多，更比以前更好。更皮肤那个白对白清晰那个白皙度更是高，就是更高的一个层次，是不是很变化很大？就是一个每天早晚2次的 Lumi Spa，所以说只要你认真的是用 Lumi Spa，那我们的那个 Lumi Spa 在你脸上的效果还是看得到的。就算你是用了2年多3年的一个经营者，或者是你的忠实客户，好，那就是一个第一个就是我们 Lumi Spa 的一个分享。那这个是大家应该都没有见过，今天是我挖出来的，因为这是我一个伙伴的女儿，她不让分享的女孩子不让，年轻女孩21岁，她不让，她在家下面不让出来的。但是我是偷偷了啊，我就把它全那个遮起了，遮起来的，所以，但是还是贡献出来给大家。你看他一个鼻翼的一个变化，因为你年轻女孩嘛，对不对？一不爱化妆，二不爱，洗脸，三不爱什么？三也不爱使用护肤品。但是他这种年纪你也知道，油脂分泌的非常的旺盛。但是他现在只做一个动作，只是洗脸，只是用 Lumi Spa 洗脸。你看他的那个鼻翼两边的那个，鼻翼两边就是这个毛孔，是不是细了很多？而且最重要是什么？黑头，干净了许多。就这么一个月的结果，一个月他的从左到右，从第一张图片。12月19号到1月20号，你看他是不是整个脸干净了非常多？到现在，他也只是使用我们的 Lumi Spa 洗脸。那也因为这个，他还帮他妈妈这张照片，他帮他妈妈，就是应该是卖了几套的 Lumi Spa。
你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好？那就是一个 Numi Spa 一个见证啊，这是我们自己没看见过一个相片。那接下来我要说一个，这个伙伴，这也是我一个客户的伙，就是我们一个伙伴的客户。那今天他这张相片呢，他是有非说 Spa 的效果，但是我要说的是，它是一个蓝珍珠的它的一个使用的效果。这个客户已经是什么？已经是70，将近70了，今年是69岁。但是他还在打工，还在上班，那也值得你，那大家也知道，69岁、70岁的年龄出去找工是不容易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客户他每一次去见工，人家都不知道他已经是七十了，将近七十了，他应该是69岁了，大家都以为他才50多岁，原因是为什么？第一就是用了我们非说 SPA，他用的效果非常好。整个脸，你看他的脖子从松弛到紧致。第二个我要说的是什么？他当时是发语音的，因为是发语音给我的这个伙伴，所以说他没办法，我就没办法用语音来分享。第二个就是他的一个蓝珍珠的见证，他直接告诉他，你知道吗？你蓝珍珠，我使用蓝珍珠，为我省了非常多的钱。那个他用的蓝珍珠简直是堪比拉皮。他说他本来要去动刀哈，做拉皮的手术，因为他要上班嘛，是不是？让他自己显得年轻，都想在脸上做一些微整。结果蓝珍珠的省院让他省掉了一个动刀的钱。所以他的蓝珍珠是一个，也是每次一到蓝珍珠促销的时候，也是囤的最他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非常的一个要就做每次他都为自己囤的比较多。还有一个我要说的是，他用 Youth 的，因为用了 Youth，他就说整个是，就他整个是工，就是每天精力非常的旺盛，所以说就算他工作每天10个小时，他一点都不感到累。所以每一次他是每一次蓝珍珠，还有就是我们的 Youth，他是每一天每个月是必用的产品。这是有一个69岁一个客户。在使用的我们产品的一个变化，好，这是我的，就是关于我们护肤品的。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一个保健品的一个见证。那首先我要提的是什么？我要说的是我们的那个胶原蛋白肽。同样的，这只脚看上去是不是不是特别的雅观是吧？但你知道这是谁的脚吗？我们第一个伙伴的脚就是我们秀兰的脚，你知道她的秀兰的这个脚趾甲，我先这是我在她小红书截下来的。好，那我先说她在自己在小红书上面的分享吧。当时她是脚，她的那个大拇指是有灰指甲的，她用了9年的时间去治她的灰指甲，但是都没有治好，都没办法治好。然而就在用了胶原蛋白肽一个月之后，忽然之间发现他的那个脚趾甲可以长出来的新的指甲不是又厚又硬的，很正常了。所以困了他9年的时间，后来只是3个月的时间就好了，是不是很神奇，对吧？所以当时他就马上跟我们分享的这一个见证。哇，我说我是对，所以说，你跟我说秀兰，所以说秀兰在卖这个在卖那个胶原蛋白的，应该她也是卖的非常好的一个，也是非常好的，是不是？这个见证真的是很精彩，所以她才说，你看，我感恩继续喝胶原蛋白肽。好，这是一个叫我们秀兰的一个见证，她现在身上的见证特别多哈，好。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我们是什么？Meta 的见证，这一个见证是新鲜的哦，真的是新。今天我刚刚拿到的一个见证，为什么会今天我刚刚拿到的一个见证？这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表姐，她住在加州。我好朋友加的，把她推荐给我的时候，她又跟我走，我用了3年的产品，我从来没见过她的面。我没见过面，我们只是微信上的好友。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打一个心 A 代表什么？大家学过我们的那个看的跟着君曼老师
大家应该都知道 A 是代表 A 是代表的是你的是不是你的忠实的客户，这他每一个月在大家都知道我的万点业绩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我的 A 类客户来的，我每个月他每个月在我这边过至少是1000点，至少是1000点。今天我为什么要去拿他的见证？这见证真就是一个信息，因为他在上一个月购入了12瓶2套的 Meta。然后我就称她为表，因为她是我可好朋友客户，我就称她为是表姐。我当时就问她，我今天就为了来这个见证，因为要分享。我说：“哎，表姐，你这次买了12瓶的见证，到12瓶的 Meta 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可不可以和我分享一下？”结果她在工作，下午工作不忙的时候，她就为我写下来了。第一个改善的是什么？改善是她的睡眠。她说：“我以前睡眠不好，到底呢？如果没睡着。”就整夜就睡不着了，但是服用2瓶 Meta 之后，他晚上随时躺下，随时入睡，而且是深层的睡眠。早上醒来的也早，6点半左右。他是做餐馆的，居然早上可以6点半左右就醒过来了，保持了整天的精神疲劳，不，精神饱满，不觉得疲劳。还有一个很惊喜的一点是什么？困扰他10多年的颈椎、肩周炎，突然间发现好了。不痛了，活动也灵活了，所以她接下来就说：“我才敢推荐给朋友和她老公服用。”结果她老公也发生了一个很神奇的变化，在服用了 Meta 第四瓶之后，睡眠也变得非常好，肚子小了，脸也小了，感觉也年轻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你看接下来的她又跟我分享了一个什么？所以。他就将他的这一套 Meta 又推荐了给谁？他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已经59岁了，经常就是关节疼痛，那半夜起来上厕所都觉得是站不住、无力。服用后关节不痛了，而且消化功能也变强了，食量变大了。但是虽然说食量变大了，但是他困扰他们多年的那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居然也好转了，而且肚子变小了。是不是很神奇？所以他这次买的奢侈品是干嘛？是要拿来自愿加送礼，送给他的舅舅和舅妈使用。这是我今天刚刚拿到的见证。所以大家，如果客户在你手上突然之间会买，会大量的购产品，所以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问他一句话：你用的这产品有没有什么是不是有什么很大的改善？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可以多问这么一句。那这一他的这三个见证，一定也是我下一次 Meta 肯定是可以为我带来更多的销售的，是不是？所以万点业绩怎么来，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这边还要再说一下我另外一个见证，也是因为他没有给我发语音或者是写文字，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也在等着 Meta。每次也是我Meta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用户，他第一个分享他自己的一个本身的建设是什么？我今天我就在这边口述了哈。第一个是什么？他自己本人的，他一直困扰的也是一个，他其实是因为他代谢的问题不好。为什么？他代谢问题引起他的那个尿蛋白非常高，每一次检查尿蛋白都非常高。结果在 Meta 使用了2个月之后，这次再去医生那边做检查，医生告诉他你的尿蛋白指数下降了非常多，下降了非常多。然后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分享的是他的妹夫，他妹夫也是睡眠不好，还有个问题是他妹夫有痛风，所以他又将他的 Meta 又将 Meta 推荐给他的妹夫使用，妹夫在使用之后睡眠变好了。痛风就是这个疼痛的那个程度，比以前减了非常多，就说痛也没那么痛了。第三个是他爸爸的见证，他爸爸原来是经常会有头痛，所以他要把灵芝还有 Meta 推荐给他爸爸爸爸用。他爸爸已经是70多岁了，在吃了灵芝和 Meta 之后，他没有给他吃很多，他说我每天就给他早晚各一颗，早晚各一颗。他爸现在睡眠好了，头也不痛了。这是我刚刚打了个电话，我说你爸，你给我具体说一下，到底你爸是什么情况？哎，因为他爸这2天是回国了，他说是什么情况？他说，然后他就告诉我他爸的这个问题，就是原来是睡眠，睡觉的时候头都会痛的，但是在使用我们的 Meta 灵芝之后，睡觉
睡眠变好了，头也不痛了。所以他就又加了一句，他说什么时候我们有什么活动，你要一定要告诉我。他是等着要买20瓶的 Meta，他是等着20瓶的 Meta。那接下来还是要说到这一个 Meta，这是我们一个 Winner 的一个伙伴其实是 Vicky 的哦，你也知道我们 Vicky 曾经是 Meta 的那个销冠嘛，是不是？Vicky 的伙伴，他的 Meta，他这是他的一个客户，他的客户一直在跟他重构这个 Meta，但是都是 Winner 帮他跟进的，为什么？他 Winner 向他要这个见证，他的这个见证是什么？他吃了之后，他说他是给 Meta，这个。他是给爸爸使用的，他爸用了之后就说胃疼、胃酸什么都没了，晚上睡觉也好睡了。所以说他每一个月他在重都一直在重构这个 Meta，所以 Meta 这个代谢网是不是非常的神奇，改善了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好，那这是我的这一个可以拿到的一些见证。其实我们在身上。很关于胶原蛋白的这见证，我这上个星期我刚刚又瘦出了2套的胶原蛋白肽，你知道它，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是因为我这个客户看到他的朋友在使用胶原蛋白的这肽之后，脸亮了非常多，所以他跟我购进了2套，他同时又把他自己购进一套，然后他又把另外一套推荐给他的那一个朋友，所以他这个周六我要去送这2套的胶原蛋白肽。好，见证一定要收集，这才是我们销售的一个方法，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大家要知道，不要问我，哎，Joyce 老师，你是怎么收集？你是怎么做到万点的？因为我们要多多收集客户的见证。只要你手上有了这些见证，你就不怕分享产品分享不出去，是不是？因为我们只是分享，我们并不是在推销。我们确实有这一个就是有这个实证在身边。确实，我们的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你的亲戚啊，或者是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你才呃你嗯，我们才有，我们才有底气和人家去分享，是吧？好，那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那我就把麦转给我们的 Sherry 老师，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应该有更精彩的节目，是吧，Sherry 老师，谢谢。好的，谢谢 Joyce 老师哇，今天的分享太精彩了，我刚刚来拍照都来不及哈，真的就是，我转到给你啊，我做个截谢下，我发进了，去。我觉得太我好这个了，Meta 这见证真的太好了。对对对，Meta 哈，Meta，然后呢，其实像我们最近哈，这个有太多的好的套装哈，我就觉得是我那个公司已经把很多很好的一些产品。全部变成一个的套装，然后呢，又为了我们华人哈，我觉得真的是，说实话，是为我们的华人社区哈，特别开展了一个叫做新的，叫做什么？哎，那个，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哈，我今天把这个，大家有没有这本书哈？这本书一定要去。拿出来助研手册，哇，你知道吗？有时候一段时间不去看了哈，你再认真去看回来。你正发现这个公司里面的产品太优异了，你知道吗？很用心的在打造每一款不同的产品，然后呢，让我们用到最好的啊。那不要说其他的哈，这两天我爸爸来了，我父母来了，哎呀，我告诉你，这三年啊，虽然我不在身边照顾他们，但是真的亲眼看到父母变健康、变美了，那个变年轻的这个状态哈，非常的好，真的非常的好，很感恩。那好，所以呢，刚刚那个我们的这个，来，我们看看这个 Joyce 老师分享的这个产品，那公司呢，全部把这些可以拿出非常好的见证的产品，全部给我们做了一个套装。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套装哈？现在是在美国和加拿大都同步的啊，美国和加拿大全部都同步。那然后这套产品呢，有我们的那个Lumispa.io。好，大家请看哈，一机多效，一台机器就可以让你毛孔变干净，皮肤变紧实，然后呢，让你的皮肤在这个叫做正反旋的这个科技啊，同步让我们呢怎么样，专利微脉动反旋科技，让我们的皮肤在12个星期之后滋生胶原蛋白，自己滋生。所以大家请看。光这个机器哈，而且是给粉红色的哈。那我们说什么叫做赋能1+4，月月逢4进3哈，就是
你今天用这套产品用的好，你分享给你四个朋友，那恭喜你，公司下个月就会送给你一套。好，那这一套呢，以下我今天跟你分享的这四套全部都有，这四套都是公司会送的其中的一套，你可以挑选。好，所以我今天把它的全部的细节都做出来了，大家可以认真来看哈。我就说这个洗面奶哈，很多人都告诉我说，雪莉，你们的洗面奶真的是便宜。我说亲爱的，不要只看便宜，你看看里面的成分，有没有看到我们的 AgeLock 抗衰老精华，对吧？ AgeLock 抗衰老精华，然后呢还有啊，我们有五种不同的这个洗面奶的这个成分。同时呢，我告诉你，我光把这些成分读给你听哈，水仙、灵金哈、五味子果、水杨梅、烟酰胺，这个都是顶级品牌里面才放的。好，角鲨烷，好，高山玫瑰、杜鹃花、柳兰植物哈，这些全部的细节。所以这支洗面奶大家真的不要浪费哈。虽然 New Skin 公司只卖40多块钱，但是呢，相比起市面上的几百美金的，我们一点都不会啊。差过它哈，我们的有效成分超过20几个%，外面的这些产品2%都不到。所以这一套产品呢，我也跟大家算了一下哈，这套产品呢，它其实呢价格来算是非常的实惠哈。来，我告诉大家一下，这个里面我没有报价哈，等我一下。那这一套呢其实省的非常的多，这个省的是非常的多。来，大家请看哈，它呢那个给我一下哈，好好，这一套呢原价要400多，412，但是呢因为它现在公司帮你组合起来这几样东西，加上我们的胶原蛋白肽，刚刚我们有提到的胶原蛋白肽，好，指甲也吃好了，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它可以同时帮助我们的皮肤弹性、皱纹减少、指甲增加与胶原蛋白啊，弹力蛋白，对吗？好，然后呢减少皱纹，预防防蓝光、防老化，好，增加皮肤的保湿度，增加皮肤抗衰老的一个能力，抗氧化的能力。所以这些哈，三样东西都是我们最喜欢的。那洗面奶有两支哦，原价412，现在全套只需要330美金，这一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那然后呢，如果你一个朋友说哈，比如说小文你有四个朋友，三，比如说有兄弟姐妹啊，有妈妈啊，有婆婆，你要买啊，要送啊，好，或者你的家人有礼物要送，你可以送四个人买四套，公司再送给你一套。哇，这个是不是很实惠哈？所以大家都可以 mix and match 哈， mix and match。 那这是呢第一套我们非常喜欢的，而且这一套产品可以在15天到30天之内让你的皮肤、让你的光泽整个会有很大的变化啊。所以我觉得像自从我经营 New Skin 之后，我们附近家人好，我的朋友基本上我都只送 New Skin 的产品。那第一个呢，我真的是认可这个产品可以怎么样帮助到我的朋友。那第二个呢，我就用这个产品也是我自己的事业，对吧？那我自己比如说我代理麦当劳的，我肯定不会去那个肯德基吃 hamburger 了，对吗？自己就可以把这个礼物一起然后可以送。嗯，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蓝珍珠套装，蓝珍珠系列哈， True Face 系列能量蓝珍珠，大家请看它里面有买两瓶的蓝珍珠，然后呢再买，基本上大家知道一瓶蓝珍珠已经是165了，这一个套装的就是买两瓶送一瓶，有没有看到？哎，蓝珍珠霜，对不起，蓝珍珠霜是一瓶，我写一下哈，蓝珍珠霜是一瓶，蓝珍珠是两瓶，相当于这个价格就是买两瓶蓝珍珠送一瓶蓝珍珠。In the honey close my door. Thank you.嗯，买两瓶送一瓶的价格哈，所以你看又有的送，本来已经实惠了，这整套只有330美金，330美金有三样。大家知道其实这个蓝珍珠哈，是我们蓝珍珠精华应该是我们护肤界的爱马仕，好，爱马仕相当于三样东西加起来只要300多，其实说实话比我们外面有时候买一支眼霜都要比它贵很多。
但是你知道这个蓝珍珠哈，它是升级版的。我经常说哈，这叫怎么液体黄金，它是1,200美金一盎司哦。它里面的这个成分，你看也有乳香树胶、角鲨烷、辅酶 CoQ10、VC 哈、维生素 C、维生素 E。所以呢，大家有发现用过蓝珍珠的人，皮肤又亮又紧致，哈，这个提升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呢，因为这个蓝珍珠的效果，我们有搭配它的蓝珍珠霜，哈，所以这个蓝珍珠霜也是有紧致啊、滋润啊、强化啊，好，这些效果。所以这一套产品，那如果你是一个线上有多少人是蓝珍珠的 fans 的，来给我打一波888好不好，蓝珍珠的粉丝的，那我想告诉大家我本人是怎么用的哈。这一套其实是我一个月的量，很多人肯定说了，哎，你不是说一瓶蓝珍珠可以用一个月吗？好，那你知道吗，如果今天你把蓝珍珠买来，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脖子啊，我们说脖子最会暴露我们的年纪。那甚至呢，我涂完脸之后，我把剩下来的精华我都会拿来抹手。你知道这个这个一套哈，其实当你擦完整张脸的时候，早上两粒晚上两粒，你可以同时间保护到你的脖子还有你的手。好，这两个最容易暴露年龄的。但是因为公司现在是买两瓶蓝珍珠送蓝珍珠霜这么一个组合，让你一个月正好用够。好，所以今天你很年轻，胶原蛋白满满的，可能对不起你不需要，你可能这个可以用两个月。好，但是对我来说呢，这就是我一个月我的精华和乳液的一个配合。那然后你看买四个月是不是就送给你一个月。好，今天你的闺蜜朋友如果对蓝珍珠有兴趣，他们每个人都买两套，那公司下个月就会送给你一套。好，那前提是你自己真的用得很好，而且希望把那么好的产品介绍给你周围的人哈。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女性本身就爱分享，所以我把它叫做能量蓝珍珠系列哈，精修小 V 脸啊，这套特别的喜欢。那刚刚呢，我们的那个 Joyce 老师分享到的这个 Meta 这个套装我也是哈，这几个套装其实都是我经常买来给我父母有吃的啊，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哈，对这个益生菌，对这个益生菌，大家这几个套装全部都是330美金哈，330。然后大家看这个益生菌，好，肠道的衰老，看到没有？衰老来自于从肠道开始，所以今天你的肠道菌群如果不健康，对不起，你老得很快。所以呢，大家可以怎么样？先从肠道开始哈，修来把我们的肠道变得那个有好菌，好菌坏过不好的菌，对吗？所以大家请看，这个可以促进我们的消化道健康，给这个健康的活益生菌的哈那个补充哈。所以呢，这个益生菌加上 tea green，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tea green 有什么。含绿茶高浓缩的哈，那高浓缩的萃取物，一颗茶配相当于7倍的绿茶抗氧化。那同时呢，大家请看，它下面有写到这个绿茶可以做面膜哈，放在面膜里面可以帮助我们美白。然后这个绿茶呢，又可以帮助有减脂瘦身的效果，然后可以预防什么？多种癌症肿瘤，调节血脂异常，预防治疗心脑血管的疾病，有抗菌消炎哈，那个抗病毒。大家知道这个绿茶哈，绿茶其实那个绿茶和灵芝这两个产品哈，等一下还有一个套装，我非常的建议，如果你家里有60岁以上的老人家一定要让他养成吃灵芝和绿茶的习惯，因为呢会让他们远离肿瘤，好，预防肿瘤，远离癌症，好，远离癌症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呢就是 Meta 提高我们的代谢，好，代谢健康的。那然后呢，这里面大家请看花青素，好，有215mg 的花青素配方，好，然后呢都是来自天然的植物和水果，促进新陈代谢，好，那个维持健康的血糖，好，所以高血糖都可以有帮助。然后呢，它里面有写到提高你的抗氧化，对吗？抗氧化的能力，促进重要器官，包括我们的肝脏和心脏。好，所以这个代谢这款产品
那你如果可以这个早晚各两粒的话，哈，我告诉大家，真的就是一个月。如果有糖尿病的，血糖不断的往下跌，你一定会看到血糖不断往下跌。好，那然后大家看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Lipid Nano 多种营养素加上我们的深海鱼油，而且还有 SCS 认证，两个月抗氧化指数不提高，恭喜你，公司会把钱退给你，好，不用担心。那这一个呢，也是上了美国芝加哥电视台被采访的。那这一套大家知道，光这个 Meta 已经100多了，我们的这个 Lipid Nano 相当于在160美金，好，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绿茶和 Probio， 这个整个原价都是400多，原价都是412，现在的价格只有330，而且都可以销四送一，好，这个价格其实是真的，我觉得公司太有良心了哈，让我们现在就是越简单，越来越简单，然后呢越来越容易哈受益，好，容易受益。那然后呢，这个 T Green 和我们的胶原蛋白肽也出现在这个顶级抗老的套装里面，因为呢胶原蛋白肽和我们的 Use 哈都会让每一个人的这个老化的基因表达变年轻化。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Use 里面13种天然食物的成分，有 AgeLock 帮助我们锁龄，有没有看到它里面哈，帮助我们全面抗氧化之余，对脑子、眼睛、心脏、皮肤、免疫系统、骨骼、关节、脂质代谢等等，好，这些都能有帮助，好吧，都能有帮助，都是我们平时吃不到的东西哈，所以大家可以这一个套装也是非常适合我们自己保健哦。那有些伙伴说，哎，这两套到底哪一套比较好哈？那我觉得真的它各有千秋，大家可以3个月3个月或者1个月吃一套哈，我觉得每一款产品连续吃3个月感受一下效果会更好。那我自己本人哈，那这里面呢除了绿茶是有重复的，其他的其实都不重复，它都是我每一天都在吃的产品，好，每一天，所以呢要保持哈，你怎么样爱自己，如何让自己可以这样用到最好的产品，保护我们的身体哈，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哈。那接下来呢，这里呢就多了一个灵芝哈，这个灵芝大家看一下，这个灵芝，我们的灵芝有叫做什么灵芝，它说是撑起体质的灵芝仙草，免疫调节之王，好，对人体我们是双向调节，比如说有些人他免疫系统他的那个身体的抵抗力比较差，需要我们的灵芝，但是有一些人他的这个身体，比如说红斑狼疮，比如说这个像这种牛皮癣哈，他是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太强了，自己跟自己的细胞都在斗了，那这种情况能吃灵芝吗？也能吃，这个时候就不叫做增强免疫力了，伙伴们，这个时候叫做让它的怎么样双向调节，让这个免疫系统太强的让它恢复到正常，好，恢复到安全系数。所以呢这个灵芝哈，它对我们叫做其实灵芝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吃的，而且这个灵芝呢基本上是滋阴补阳，大家知道吗？滋阴补阳啊，我们的这个里面可以对气管，大家知道这个很多人说有花粉，你可以跟他推荐阿平方和我们的灵芝，包括我们的鸡三果汁，这些都是对过敏气喘这些有非常好的作用。那同时呢也会保护我们的这个肝脏哈，看肝功能，看到没有啊，心脏和肝功能，心血管。好，那这几个产品呢，这四套，好，这四套我已经把非常细节的全部写下来，然后呢价格就是330啊，一套，然后在我们的五月，大家请看哈，就是在五月八号，五月八号到7月31号之间，好，五月八号到7月31，只有2个，五月、六月、七月，对，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啊，这个组合，这四套组合，我们叫做赋能1+4。月月逢四进一，好，逢四进一，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开放6个名额，好吗？又是6个名额，那哪位朋友伙伴也好，顾客也好，我们的会员也好，分享一下好不好，这6款产品当中有哪一些好你的见证对你特别有帮助的
好，那最后会进入我们最后的抽奖环节，好不好？今天我已经在开始写我们的这一次的抽奖的，昨天和前天已经有得奖的，大家好，开动了，开始了，我第一个来了。哎呀，太好了，没关系。好，那第二个报名，写在那个把名字打到那个架上面。好，那个小文先来。刚才我听了 Joyce 老师分享的 Meta， 然后我自己的一个 Meta 的见证，其实在他刚刚的分享里面，其实便秘，如果你有，我自己哦，其实我饮食方面就是说对于那种 fiber 就是那种纤维的东西其实摄入的不是很多，所以我老是有便秘的那种，就是肚子老是有点胀胀的，然后总是觉得还不是很干净。但是 Meta 的话，我记得我的 Meta 第一次是 Sherry 老师给我一个七天的量，哎呦我的妈呀，好像是第七天啊，也不是说这么神奇啊，第七天真的感觉拉了一座小山，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四十年的东西好像就那么 Meta 把它给弄了，弄完了以后，而且我的这个痘痘，我那应该。对我熟悉的总是老是说，小文你是反龙眼啊什么之类的，我的痘痘是从来不断过，我也觉得奇了怪了，真的是的，真的就是这个便秘在那个，自从现在 Meta 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对我睡眠是很好，我睡眠一直没什么，但是在这个便秘这一方面呢，非常非常的那个，还有对我父母的就是一个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我爸是50岁就发现有二型糖尿病，然后他一直吃那个降血糖的药，但是他就是我以前有给他吃那个黄金生态圈的那个三个 UCR2-Nino 这个三套的，他其实也有帮助。后面我给他个 Meta 给他加上去的时候，他明显的发现他的血糖的那个数值比以前好很多，特别是空腹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我和自己跟家人的一个见证。如果说你有便秘跟糖尿病的话呢，其实 Meta 是最最最最最值得推荐的。谢谢。好的，谢谢，谢谢小文。那第二个来，我们的克明，克明来分享一下你用我们产品的一些见证。克明来。哎 ，Shirley， 你好。我呢，我是从我记得你是第一次你教我怎么用哈。135大蓝大白，大蓝，然后呢接下来我就跟议员呢经常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我就开始他说我应该开始服那个胶原蛋白。我自从开始服那个以后，我就觉着呢，第一我认为胶原蛋白对我的睡眠很有帮助，第二呢就是脸上的光比较就是亮度提高了很多，所以呢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当然就是我每个星期要非常像那个就是 religiously 去做我的那个Lumi Spa 还有那个就是大蓝大白的那些护肤。再一个呢就是说要我就一直在坚持服用这个胶原蛋白这个每天我有的时候是每天三次，记不住的时候两次，但是我觉着我现在就是说每次朋友见到我就问我为什么我的脸看着那么光亮，那我想可能跟这个应该有关系。我也感谢，我没有那么特别精，就是像我们刚刚那位朋友讲的那个，就是就是 Meta 那方面的东西我还没有试。我想我也应该开始试一试 Meta 这方面的东西，感受一下。好的 ，OK， 棒了。对，我觉得你的皮肤真的又亮又紧的，是，谢谢，谢谢，谢谢。好的，好的，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的那个 Kelly 再来分享一下。大家好，我想分享的是我这个胶原蛋白肽，就好像刚才Joyce 老师说那个秀兰的那个哈，应该很多伙伴都看过，我一个手指是烂了差不多也8年10年了，那个手指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得到吗，就是也
指甲都没有了，就是整个指甲是没有的。我也是喝了，就是公司一出这款的时候我就喝，应该也是大概是三个月左右吧，它整个指甲都是长的，就是空心了的指甲呢，你怎么都是不会长在一起的。可是那个指甲呢，也是经过我喝了这个胶原蛋白肽呢，它就慢慢的长出来，长得还比原来的好，你知道吗？现在那个烂指甲呢，比其他九个指甲还健康，你知道吗？对，是真的，这个很好玩。对对 对，我看那张照片非常的明显。是是是，所以这一款我也是非常喜爱的，就是头发啊、皮肤啊，整体啦，这个都很好，所以我也很喜欢推广这一个胶原蛋白肽。嗯，太好了，好的，谢谢 Kelly。好，那接下来 Joyce 老师哈也来分享一下 ，Joyce 老师。好，嗯，其实刚刚还有一些见证我没有说出来。还有个很好很好见证也是发生在我客户的身上，但是我们胶原蛋白肽 preview 就是 pre-launch 的时候，就是啊 pre-launch 的时候我一个客户就买了，但是也是一套一套，我记得也是六盒，那时候是三盒一套是几盒的，他是买了一下子买了三套是四套我都忘记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公司开会是不是，然后我就刚我在飞机上机之前我真的还没分享几套出去，然后我就是利用机上的一个 WiFi 我一下子分享了二十多套还是三十套出去。我的一个客户在收到胶原蛋白肽之后，那我一般都会跟进嘛，因为二三十套出去之后你是不是要跟进这些客户你知道到底用的怎么样，但是我们把所有的关注点都到我们的皮肤上去了。我每次都问他你们皮肤亮了没有，你的皮肤你的斑淡了没有，我们把所有关注点都关注到他们我们的皮肤上面。但是我一个客户突然给我一个反馈，什么 他有就是很犹豫的说了一件事，他说我的皮肤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我说然后我就灵机一动，我就说那你其他方面改善了吗，然后他说这我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喝了胶原蛋白肽的原因得到改善。我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说我晚上半夜他每一个星期就是每一周七天七个晚上他至少有五个晚上都会脚都会抽筋到痛到哭啊，他每个我说你都不知道这是个病吗，他说我不觉得这是个病。营养缺乏营养的问题。然后他说不，但是我喝了胶原蛋白肽之后他说我竟然没有这个问题了。我说你难道没有发觉你晚上的腿不抽睡觉的时候腿不抽筋了吗，他说我是突然间有天就发现我晚上睡觉怎么腿没有抽筋了。对，是不是也是很神奇的一个，所以有时候我们突然之间有时候我们真的就关心，就真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第一个关注肯定是他皮肤亮了没有，对，一个就是这样，斑淡的没有，就像我的客户就跟我说，我一定要喝胶原蛋白肽，我喝了之后，我手上的斑就淡掉了，他就是一定要喝这个。好，这就是一个很好，就是我第一次，就是我们 pre-launch 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预购的时候，我四十套当中卖出的三套当中的一个客户的一个给我的一个见证分享。好，谢谢，太棒了，谢谢。还有两个位置，哪两位？好，哪两位？我先公布一下今天晚上哈。会抽奖的一些礼物哈，今天晚上会抽一台我们的加拿大的 SPA 机哈，小文你先帮我做笔记哈，做笔记，今天晚上我刚刚都写了，把你们的名字都写上去了，所有的名字哈。然后呢还有第二名呢就是 Lumi Spa IO 哈，蓝色的我们有一台。那接下来呢我很有诚意的哈，把我现在为数不多的从台湾订来的玫瑰水哈，作为一份奖品哈，一份奖品。那接下来还有我们的最常用的那个睡膜哈，睡膜就是涂的睡膜哈。然后呢有我们的眼部粉红色的眼部套头好，作为其中一个奖品。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一支 VC 的 pump 哈， VC 的 pump 给到大家来抽奖哈。哎呀 Joyce 我还欠你眼膜是不是还没还给你哈，还没有货对不对，没货还没有货，眼膜还没到。对呀、啊、对，因为我也想还给你的一个客户，对，我也想还给他一个套装几盒，对对对，十二盒还是几盒，对不起我也想还你还不了哈。那最后一名呢
啊，母亲节我就来一个大奖哈，来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就我刚刚说的那个灵芝，好不好？灵芝多一瓶灵芝给到大家来抽奖。今天晚上还有谁啊？陈青，太好了，来，对啊，分享，我来分享一下。嗯，我现在是，我这几个月一直有坚持吃的是 Meta 和我们的胶原蛋白肽。嗯，虽然我自己是可能，就是没什么感觉出来，但是身边的同事他们会说，哎呀，你最近感觉，笑起来就细纹都没了那种，就是细纹少了很多。但之前不是戴着口罩吗？有一段时间我刚喝的那段时间就觉得，哎，我的口罩怎么变小了呢？其实可能就是那个皮肤变弹喷弹了，对对，可能不是自己每天看不觉得，但是戴着口罩就非常感觉得到，哎，那个感觉就皮肤变紧了，然后脸我妹说这是变大了吗？脸变大了不行啊。我妹妹也后来也跟着我喝了一段时间，她一开始是不太喜欢就是吃这些东西的，后来喝了一段时间，她说，哎呀姐，你再帮我订吧，每个月出单这样子 ADR。他说我喝了以后感觉就是太阳穴这里就饱满了起来。嗯，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就是 Meta 我有一段时间睡眠真的是非常不好，就晚上经常失眠啊。那当时 Meta 刚出来嘛，我就订了两瓶，我吃其实很奇怪，第一个晚上我就觉得，我每天其实之前吃 Meta 之前每天晚上都有起夜的习惯，那第一天吃哈，那天晚上我就睡得一觉睡到天亮，我觉得有没有这么神奇呢？后来试了一段时间之后，真的是这样的，我就一觉睡天亮，就那个失眠的状态也没有了。这就是我自己发生在身上的事，对，是的，所以我到现在都一直在吃这些，嗯，对。你知道吃和不吃哈，那个皮肤脸色，不要说什么我老爸75岁，真的看他那张脸我都奇怪。然后我昨天我妈来嘛，我叫他什么都不要拿，我就给什么东西都给他，然后我还帮我妈爸爸配了一套护肤的，他跟我说你不要把这个东西给我，我不会用的，你不要给我。那我说你的皮肤怎么那么亮，怎么那么紧？然后你知道我也是从上海订了胶原蛋白肽，我订了差不多八箱拿过去给他们两个，可我老爸说这个还挺好喝的，所以也有在喝，嗯，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好的，太棒了，谢谢。好，接下来最后一个秀兰，好，今天的六位，秀兰来分享一下。在做面膜，我们把你的见证都分享完了，你还有见证哈，太棒了。啊，对对对对对对，是那两个是我自己的见证嘛，那我想分享一下我朋友关于那个胶原蛋白肽。那有一个朋友他是掉头发很严重，然后喝了胶原蛋白肽，说他染了很多碎发出来，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朋友是说睡眠改善很多很多，这是胶原蛋白肽。然后呢 Meta 这边是我国内的堂妹，她帮我就是她的朋友买了很多 Meta，然后复购了很多次，对他来讲就是说帮助他血糖降了，还有呢肚子小了很多，然后所以这些都是一直在回购的。 Meta 跟胶原蛋白肽就是不用宣传都是真的有效果，所以大家都一直回购。好的，谢谢，我的分享到这。太棒了，谢谢大家的分享哈。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哈，开始我们这个五月我们宠粉群的哈，因为是母亲节哈，特别的母亲节。那明天呢晚上呢，我们星期六的晚上呢，我们在法拉盛公我们的卡拉 OK， 目前有大概20几位伙伴已经报名了哈。我欢迎更多的线上的还没有报名的可以来的哈，我们大概最多只能容纳40位，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那个上一次没有办法去，那这一次大家可以来聚会，我们来唱唱歌啊，希望大家继续报名哈，还有位置。好，那现在呢那个小文拿上笔，我里面呢有两三次的哈，我都有两三个名字都放进去了，就是这三天来我们的连三位分享老师都有一张在里面哈，都有。那今天呢，那我们就看谁是幸运儿好不好。我们先从这个开始，我们先从我们的这个
睡魔开始，好不好？睡魔哈，睡魔，先写一下睡魔。我写我这个随便拿一张哈，看看是谁的啊。素素拿了一盒我们的睡魔，素昨天有在哈，素好写。那我再加快速度哈，来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玫瑰水，好不好？玫瑰水，美国没有的，只有台湾有的玫瑰水。我现在大概还有三瓶，只有三瓶了，我看看。哎呀，这个不对，这个怎么又是这个？好像素有几次回答问题的，素有一次，对不对？你帮我看一下，排一下。我刚刚在写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因为一边听你们讲，一边听那个什么，我写了一个素，好像记得又写了一个，我记得素只有一个。小文帮我看一下，如果素只有一个，那这个肯定是我多写了一张。我看一下素，对对对，素只有一个，不好意思，这个是我真的在写的时候就在想，我刚刚有写过没有 ？My God， 不好意思哈，好，这个 别管它，我们来玫瑰水是哪一位哈？玫瑰水看一下，王一云，哎呀，王一云，王一云老师在线上哈，王一云老师的玫瑰水哈，没有的，没有的，可以。好，来这里，太好了，太好了，我就喜欢美。接下来是我们的粉红色的眼部导头，好不好？粉红色的眼部导头是哪位？阿琳娜老师，啊，阿琳娜老师，我们的这个 SPA 达人哈，为我们做演示的 SPA 达人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这个是谁？我们接下来是这个 VC 的 Pump 哈，那 VC 的 Pump。哎呀，恭喜你克明，克明，我们的 VC Pump， 谢谢谢谢啊，这个维他命 C 的，我这真的是超级要喜欢。我教你一个 tips 哈，敷三宝面膜之前把这支敷在里面，感觉真的，谢谢谢谢谢谢的克明，恭喜。好，那接下来最后呢，我们的小奖里面呢，第三等奖里面呢，我们的一盒灵芝哈，我们灵芝看一看是谁哈，灵芝是谁可以拿到，看一下这个。Kelly， 恭喜 Kelly， 都有回答哈。你看，多多分享就有收获哈。好，这几个已经写好了 ，Kelly。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 Lumi Spa IO， 好 ，Lumi Spa IO，Lumi Spa IO， 看看是谁 ，Lumi Spa IO，Joyce 老师最近都老是拿大奖。他现在正在那边拼命的笑，你看，我来随便拿一下看一下这个是谁哈，你们看一下是谁，不好意思啊，我只是这么一说，啊，是我吗？还好飞修 SPA 还有机会，他上个星期的那个母亲节他就中了一台 SPA 机，飞修 SPA 机，你知道吗？我所以薛老师好像是加拿大版的那个，哦，太好了。对那这次是不是刚刚我中的 Lumi IO 吗？对对对， Lumi IO， 来秀兰，那我们下个星期一定要聚起来，我要把这个 Lumi IO 我送出去给你们。哎呀我是在旁边为你们鼓掌哈，我要就在旁边鼓掌，谢谢，我拿了两台的 Lumi IO 的。最后一个 Facial Spa， 来最后一个 Facial Spa， 而且我是给的是加拿大版的哈，有四个导头的，希望 得奖者哈，祝那个母亲节快乐，祝母亲节快乐哈。这个是谁的？这个是谁？我看一下。哎呀哎呀，我觉得最近他运气特别好啊，这个人运气特别好啊。澄清澄清了，前两天早起赢你知道吗？早起赢的读书会，啊，他也中了一本书。太好了，澄清澄清一定要本人来哈，面对面的当着我的面来，那交接仪式颁奖典礼啊。好，最近真的澄清的运气特别好，哦，太好了，早起的奇迹，澄清也拿了一本，也拿了一本，嗯，对，太好了，只有两本就拿了一本，好的，哇 ，OK， 好了，谢谢，好，花落我们家了，今天晚上谢谢，花落你们家的，大家都有份，都有份，好，都有份。